今天呈现给客人的鸭子是我们三天前就开始准备的。为什么需要三天的时间呢？是因为最后这个通过三天的一个制作过程，呈现在最后客人面前的鸭子，我们能保证它的皮是酥的，肉是嫩的，把多余的鸭子的水分排出去，烤的时候完全烤的是油脂，所以这个鸭皮会更酥。同样我们在烤制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会在里边打上水或者是汤，外面有一个外烤内煮的一个过程，所以鸭子肉会非常嫩，这样的话客人呢会非常喜欢我们的鸭子。